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老朋友卡拉，欢迎观看本期的魔力说生活。那肺部呢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，我们的生命离不开肺部的运行，但它也是交战，很容易受到外界的伤害。如果肺部受损呢，那身体就会经常出现咳嗽、呼吸急促、气短、胸闷、肩膀疼痛等问题。所以呢，在平时就要好好的养护好肺部。那怎样做呢？那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分享一杯茶饮，叫做百合茶。适当的食用呢，对肺部的健康是有好处的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来简单的说一说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杯茶饮需要准备的材料，就是10克的干百合，当然它新鲜的要加倍。准备好后呢，将百合放入茶壶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先用大火煮开，再放入绿茶，再用小火煮，当茶饮用就可以了。其中百合呢，能够起到润肺清肺的作用，能够帮助增加肺部的功能，还能够增加免疫力，抵抗病毒，预防感冒、肺炎等。用它煮水喝呢，能够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，还能清心安神，也能帮助改善睡眠的问题，有着非常不错的保健功效。当然想要肺部好，除了喝茶外，也可以食用梨、银耳等食物，它们对肺部的健康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这期分享呢，在这里，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记得关注魔力说生活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拜拜。